女女字，女字以前就是一个性别嚟，而家就是讲我的女朋友，我的女朋友即是我条女，我条女，我条女系咪啊？系成日光夜的女朋友，光夜啊，光夜个。港女啊，好嘢！港女啊，佢有只紅人嗰、那個佢個女朋友黐黐地線哦，紅線女啊！哇！呢個黐黐地線，你做乜為佢黐黐地線？